三二一。最近在洗澡的时候哼的什么歌？哇，你们这个问题这么私密了吗？洗澡的时候哼的是我的新歌，对，然后我不能哼给你们听，因为它还没有发。近期最爱的一件潮流单品是什么？就贝雷帽吧，对，就因为比较可爱，我不想太可爱了，所以就搭点帽子。看了这么多选手后，对自己的品牌往后发展有什么打算？我要从节目里面挖走一些人，我的带人官不是这个带回节目，我就他们淘汰了，我不把他带回来，我就赶紧来我们公司，不要去参加节目了。最近有没有在具体健身？没有。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？有，想练练腹肌，就是想要运动，但是又不想要这么单纯的无聊的举，不能说无聊，就不想这么单纯的举铁，就有点意思的可能会稍微让我能够坚持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举铁我可能坚持不了多久。作为18G在线冲浪选手，最新带到的网络用语是哪个？就是玩，哎，就是玩。如果邀请圈内好友参加节目，你最想邀请谁？蜜蝶、凡哥。对，李佳琦是人间唢呐，那你想给自己起个什么外名？小花名啊，人间唢呐旁边的小鼓吧，希望可以能把这个城给炸掉。作为一个美丽和内在都兼得的美男子，来潮流有没有担心会被选手 PK 掉？我觉得还好，不是很担心。对，因为我是一个对比较注重内在的人。